等一下哦，哎，那卡住啊！差嘛，知道怎么讲？等我一下，为什么卡住啊？城墙补了嘛？吼，那五阶的那个步兵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哦，上次六阶也结束了，没那都结束了耶。那工兵开始一阶啊？就这样，其实这个游戏还蛮简单的。发布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说我这个讲完要讲什么。我就好奇，要不要讲一些地图？那它其实还蛮，就是你看，那也蛮多的一个区域的。沙龙帕苏。